主要解释吧。主要干嘛？学长，你走错班了啦！我今天要来你们班上课了啦。他今天上什么课？我今天上舞蹈课啊。舞蹈课，我告诉你，我要带我们班几个同学一起来上课，他们最擅长的就是舞蹈。快回去你们班啦，在干什么啊？哎呦，学长不要那么小气啦。各位同学，还是看谁来上课不要偷吃呢？赶快底下留言打个名字，就有机会叫他来哦。那记得加入我们的频道，会员底下有连结，加入起来，在屏幕后方去等你收看。我上。同时的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很想我啊？好的，班长是，请立，立正，准备十六蹲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现在是第七蹲了。哎呀哎呀哎呀好了好了，阿婷，太活泼了太活泼了，请坐下。对，虽然说今天是这个舞曲课，但是保留一下体力，因为等一下呢，老师会有很多的这个惊喜要给大家。对，但是等一下啊，我的 new bra 不是，我的 new bra 掉下去了，我去瞧一下，我去瞧一下。有吗？老师连瞧 new bra 都是这样，好的。谁抢先？班长您吃啥？希望带一点姿势性哈，就是呢，之所以叫舞曲，是因为它呢是一个节奏鲜明的曲子。那它多半也可以
可以当作伴奏来使用。对，好，我先擦黑板。好，太夸张了。那请问平常大家都有这个跳舞的经验吗？没有。谁啊？主要得示范，主要得示范。主要怎么了？喉咙痛 ，OK。那像是我们平常在家里做任何动作，都可以带一点按曲、按曲、按曲这样子。怎么了？班长，抽屉有什么东西？为什么？他们在桌上。对。哦，找不到。OK OK。对啊，我找不到。好。班长。对。今天呢，是马上来带领大家一个最近很火红的一首歌啊。对。他们是谁？我们的班长班长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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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nergy，OK，Energy 最近比较流行的 ，Energy 最近比较流行的 ，Oh my God， 十六根绳 ，OK OK， 嘉诚，鼓鼓的哎，上班都会打打呗，鼓鼓的，想到常常常有学想到鼓鼓，鼓鼓，哦，老师，对，老师，什么鼓鼓的？教室有开冷气，为什么下巴有汗？整个白热化，白热化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还放你的手，哇，什么？哇，那个哇，哎，哇，太夸张了吧？哇，太夸张了！哇，那个手，为什么？来，坐回来，站着立正。来，我们两个，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。老师，这你就不知道，是你说我的这个。这个是麦克官员，麦克为了今天上面的准备麦克，所以要带来一首 ，OK， 来，老师我有来，太棒了，那这个是，这是鼓棒，那老师加，老师加，其他手，我其实还会鼓了一个其他，不会太多了，那我们今天主要演奏的是那个挪威的森林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我有准备一个小表演，你也有表演？那一颗呢？对，这边还有两颗，是这边有两颗，所以呢，加起来变什么？三颗，打死我！
你们班真的是，对，那既然刚刚讲到五百，我们就直接拿出500。500老师有一支舞蹈非常的可爱，叫做《你是我的花朵》，会有人会跳吗？泽言会，泽言会，泽言，你会跳吗？我你是我的花朵。请问那句歌词是欧贝贝？是欧贝贝吗？欧贝贝。对，所以该不会这一首《爱你》是所有人都会跳啊？哎，这样子会跳吗？哎，这样子会跳吗？可能会吗？请问一下凯浩同学，老师他不是我们的，我们放在这里，这是后面。那你的重点是你的手。你的手，老师，我们要说，我们要爱到偶像，对，表达出来。谁？就是谁 ？J P A。那不是水中风。我怎么了？我哲言怎么了？你看那个，来哲言，哲言怎么了？来哲言，哲言怎么了？大家跟我接上皮叉，把打给我了。哎，老师上课不可以用，上课不可以用手机。我在跟老师。所以刚刚那个是。我吗？你吗？OK， 你是说这个是你吗？是你妈。OK， 你妈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又回到 Energy 身上，因为呢，这个 Energy 复出之后啊，他们还是有一首非常非常火红的歌，叫做《放手》。来，承认的那一组可以让你们有一个3秒试吃的机会，但是会要得到一个叉叉，看你们怎么选。哦，老师，不是我们的老师，都不是吗？可是不要忘记，今天的 MVP 就是先吃完的哦。对啊，我们收走的话就是对啊。我那是你的，我帮你同学抵罪。你要哎，好可爱哦，是这样子吗？好，来，我刚刚要把它吞下去，没吞下去就是三九满。然后让我妈有东西。我刚刚评分好不好？不行，好，我当心，刚好配合我们。
哎，主任你好歹是队长哎，老师吗？哇，三秒，有没有人会？哲哲吧，哲哲，班长好像班长，班长来爱你哦，疯狂版100%的那一种，对不对？老师，我今天就停止你们太想。OK， 那就75%，70%。他说，哎，老师，我觉得需要5半，5半来，两位5半。哲言，你是不是很想要？我就选哲言跟子祥。OK， 好，来，我这样看，我这样看。广东分享，还是有个好消息哦！各位老师，你就直接请他们去台上了啦。OK， 来，我们六位小弟弟请上。上。好，大家，我们是欧总。8月3号呢，在台北小巨蛋有那个窝叉演唱会。哦。然后现在已经正式在跨湖售票系统售票，希望各位同学、老师们，镜头前的你们可以一起来看我们的演唱会。哇！好，谢谢。好的，刚刚呢上半场几乎教的都是比较这个动感的。那你刚才教到什么？有啊，我有教啊，我有教啊，舞曲是节奏鲜明的歌曲啊，对不对？下半场呢会讲一些跟你们比较有关系的歌曲。对，那我先来说这个海报的部分。哎，黑鬼！好，哎，黑鬼！好，哎，黑鬼！干嘛？转身干嘛？转身之后，什么？哲言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哲言，哎，请问一下这是什么？我在那个，我现在时间差不多，所以桌上是。祖林有在帮忙哦。嗯，祖林，他刚刚前10秒还说不想，然后到底是谁？唱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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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老师他没有记手，他在加班。所以我们这个已经道具了，这个又不行了，比较私密的东西。剪刀石头布下，哲言跟这个幻君来，来，我们来，有没有剪刀石头布？好不好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，输了，输了，查查。老师 ，OK， 好好玩的，来，我们再请这个凯浩还有，伟伟，有没有一下输了就一个叉。我猜拳很少在输的，我猜拳是没输过的。好，来，我们按魔咒谁破解？来，五六七八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，什么东西啊？老师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OK， 再来呢？这个歌手，这一首歌是大家也是。非常的耳熟能详啊，就是什么射手，就是什么射手，射手啊，哲言嘴巴，嘴巴，我是射手，哲言嘴巴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有大舌头，是什么东西？刚长出来有舌头，那你有办法用舌头把那个樱桃打结吗？可以啊，但是有办法把你的舌头吐出来，告诉我们，嗨，好可爱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可爱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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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好。所以射手哎，所以射手哎，冠军拿起来。什么白白的东西？白白的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而且你的鼻子这么有用。你们也都表现得非常好，所以这个彩华姐的波比波比还是没有人跳呢，你还是没有人跳呢。泽泽，啊啊，来，五六七八，波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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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波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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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好意思，时间到了。好，来结算，把所有的东西放到桌上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来验收一下哦，从后面的开始。不是你们的食物还给那个人。哎，来。所以原本是蔡燕有带。蔡燕。我觉得难度是非常低，但是两个叉叉。再来，你们算是油条几只？三，蛮多只的。蛮厉害。
对，因为油条非常的油，算是油没油，算是不愿意对。对，好，我们全部吃完，我吃完了。你们算奶，但是油条因为太干，所以你们等一下让我想一下哦。我们要几颗？一颗。我一说一包，两包大包的，两包大包。而且这到底是什么？它是实心地瓜球，实心地瓜球，这个是非常难，对，这个非常哎。那这样子算是吞得蛮厉害的。这个本来有三块。OK， 我觉得以困难度来讲，的确是球球、油条跟你们一直线。而你们呢？我已经算是故意没有抓了，故意背对你们，然后还给我只吃这样，所以你们绝对不会是 MVP。噔噔噔噔，来了！今天的皇室兄弟上课不要偷吃 MVP 就是。黄金的加成，请上台。首先这个奖真的要谢谢我的妈妈，所以没有你想好我刚刚接了我的哎，好，但是没有那么好过，吹五秒，讲五秒。请看着镜头，预备备，开始。八月三号，小巨蛋，台北小巨蛋，我唱演唱会，欧总，希望大家可以来买票看支持。好的，今天谢谢大家。记得喜欢我们上课不要偷吃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一样要继续的追踪皇室兄弟哦，一起做个有温度的人，大家拜拜。对，来方式，我也不用出去。时差吗？不好意思，只想了。